Hello, everybody！ 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篇，今天首饰我又来了。今天我邀请到的就是 Talk Show 界的罗罗。只要跳手势，你准备好了没？那，好紧张啊！你不要紧张，告诉你自己，你就是脱口秀界的 Korea Aquifer。Okay. 说 ，OK， 你要快点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跳手四五，耶、yeah, ！第一次就是耶、yeah ！所以你就是脱口秀界的 choreographer 啊。好，谢谢，我太容易当了吧？今天跳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还是要好好讲话好了。好，谢谢龙龙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请用力的分享出去，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铃铛，他就告诉你，来，这个人就来了。大家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没错，以及按照我们两个的粉丝专页，谢谢大家。我是春篇，我是龙龙，好，拜拜。唱三把。Go！ 龙威，你打出去。